第一家王城第九戏是广东三大地方家政之一，源于宋王南戏，明清时期称第一腔第一音戏、白字戏。第一家流行于活动闽南，并随第一人的作者日阳伯江河当立下定地。数百年来，第一家积累了丰富的剧目，创造了优美的唱腔，涌现了极多的名伶。但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时代的变迁，早期第一家鬼王之风采已成为人们仰慕的记忆。所幸的是，第一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现在还拥有八百多点前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初光之间第一家老唱片。而且应感谢新加坡党团党等海外第一家人士，使伊人凭着一颗爱国爱乡的赤子之心，将真心收藏的第一家老唱片悉数捐赠给乡，正使我辈得以借助新多的影音技术，奉献到当年的名家风韵，对于当其时的价值风貌，这实在是第一家艺术之极大幸事。自从王从第一山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广场的八百多点第一家老唱片当夺其精华，本为四辑出版，则为近几年慈惠双传部慈不名牌到创始开店的知乡票房的全面特殊活动当经典落特内容之一，希望对弘扬第一山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第一家艺术水平有所必要。支持第一家老唱片的整理出版，得到了东国移动山头分公司的大力支持，得此名下。
请圣帝一见。Yeah.
有肯功之事，有一百吹嘘临风用俗之才，很喜秀丽之子，两等高贵。金秋乃是大比之期，故此拜表爹爹，谨家应好。此后大拜总爹。是，公子来奏。
大娘到山边去住，我姑娘现在脱过青纱，回过冰流，此后打扮多到极好。
家门拉满，只想讲何事这多件心中是妈妈的什么呢？光我妈妈一起输，诶，只将我
Thank you.